刚在3月31日宣布结婚喜讯的陈乔恩，早前在 IG 分享暴瘦上妆的美照，被网民疯猜要拍婚纱照。对此，陈乔恩前天发 IG 现实动态曝真相，原来她是受杂志邀请拍照，并不是婚纱照。但她感谢各方的关心，并曝光了拍摄现场的侧拍美照，平口长裙露出性感肩线和锁骨，女人味十足。